年罹患胃癌，他也积极接受治疗，没想到在今年2月却发现幽门杆菌又再度出现，让他听从医生指示使用抗生素杀菌，而且还已经使用到第三线抗生素，但每次检查却发现幽门杆菌都杀不死，反而还越来越多。而唐玲为了能找到量身打造的抗生素，去参加台大的实验疗程，没想到在这次取样过程中惊喜发现样本化验呈现阴性，当时怀疑可能没切到病菌感染检体，于是又使用碳13吹气，结果报告出炉后都证实那些幽门杆菌莫名其妙全消失，就连医师都相当震惊，让唐玲开心直呼我一直都相信有奇迹，但没想到居然会发生在我身上。贴文一出，粉丝也纷纷开心表示实在是太好了，希望唐玲可以早日康复啊。you